今天呢，我用30秒的时间教会你一道超级好吃、吃完还不长肉的玉米面条，让我们一起做吧。首先把猪肉啊，给它改到切成肉末，再把酸菜呀、用凉水浸泡到20分钟。起锅烧油，放了肉末，咱们炒熟烧上以后啊，放了葱蒜，爆香以后啊，加入生抽、蚝油，再下入咱们洗好的酸菜，大火翻炒一下，加入适量的清水调味啊，咱们放入咸盐鸡精13香，放点老抽调个颜色。不多3分钟以后啊，勾勒一升薄薄的水淀粉，再撒入性感迷人的葱花香菜，给它勾得黏黏糊糊的，这个卤的就做好了。进来的大哥大姐啊，如果你也喜欢家常菜，就给老弟点个双击，点个赞呗。起锅烧水，放入玉米面条，煮熟以后啊，咱们捞出来过一遍凉水，放入碗中，加入咱们做好的酸菜肉卤卤，就可以开吃了。小伙伴们抓紧做起来吧，玉米面条啊，它属于粗粮细作，零脂零卡，吃完还不长肉哦。